我死了。我认识他那天正好他生日之前一天。生日之前的好友，生前好友，嘿呦，怎么说呢？关系特别的好，是我们俩人闺蜜。你就知道了吧？对，什么叫闺蜜？我看人演员不都是吗？谁跟谁闺蜜，谁跟谁闺蜜？那说的是女的，这女的跟这女孩闺中密友，这么个意思。那不太一样。你呢？我们俩都爱喝糖水王子。哎，好嘛，这么个闺蜜，闺蜜啊！我说糖尿病。你最好照着词儿说。这闺蜜哪有词儿啊？哎呀，来了很多的朋友啊！你看道儿这么不好走啊，他都来了啊！是，打心里高兴。哎，有喜欢我的，有喜欢于谦的，都有观众。我也没统计过，到底是喜欢我的人多，还是喜欢于老师的人多？这还用统计吗？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测验。现在呀，现场所有朋友喜欢郭德纲的，请把您的左手伸出来。没几个。啊，喜欢我伸左手没什么啊。喜欢于老师的，请把中指伸出来。别伸啊！真有，来两宝，你弄弄来。行了，算是自个儿说您闹事儿了，闹事儿。哎呀，我心情不是痛快。你呀、啊。不管别人啊，我想说右手我怎么说成中指了？您真是想说右手来了吗？我这个脑子不好使是吧？对对，哦，这仨是外边伸的。谢谢谢谢，国庆前咱们有这么一机会坐在一块儿，我们这儿说会儿相声，你大伙儿听一会儿，嗯，我觉得挺好。是啊，听听相声，乐一乐，看看演出，啊，唱歌跳舞喝茶，看看电影，休闲，都是不错的休闲啊。电影最近有一电影不错，看了吗？什么片子？《建国大业》。您还在宣传这个片子？不，就还也没我一分钱的事儿啊，就说这事儿，也不给钱。真的假的？建国大业找我，我们有一电影帮一忙，都是朋友。我说好，什么戏？建国大爷啊！那是您自己家里的事儿。我以为男一号呢。建郭大爷，建于大爷，你是？没听说过建国大爷，我的事儿啊。对，家里的去了才知道，不是，是他们建国大爷，也没给钱就回来了，辈儿可上去了，你也没喊过我，我没拍这戏啊，反正我觉得挺好。啊，老些个演员，大伙凑着一块热闹闹的，是郭家过生日啊，那这不是你辈儿。倒是多少人都得如此，要对得起每一个人。哎，这就是艺德。当然从艺不容易，那是你看到舞台上的演员，掌声啊，灯光啊，观众啊，保安啊，都有啊。啊，对，但实际上来说，舞台后演员受的罪好多人并不清楚。哎，很多人不了解，三分能耐，六分运气，一分贵人扶持。哦，这是最主要的，包括机遇，哦，就是机遇，没有机遇，才华就等于狗屎，就白费了。就这么些年来，我到今年我干了20年了。是，于老师比我从艺时间还早啊，到明年凑个整，给他搞一个舞台从艺2周年。哎，两周年就别凑整了，全是零了，这里凑整。他是在北京学艺啊，我在天津，两地。其实我小的时候不想说相声。不想说相声，小时候是一个追求高雅艺术的人。怎么叫高雅艺术？芭蕾舞啊，芭蕾舞，就那个垫着脚尖的那玩意儿啊，芭蕾舞。你这是音译，我们是方言。这玩意儿还有方言？芭蕾舞啊，啊，爱看这个啊，哦，喜欢这个，这给人举起来，对，我都乐意来。您肯定乐意来那底下的。你很阳刚。废话，
话，弹钢琴啊，我就哎呀，打小就爱这个，弹钢琴人谁跟着啊？弹钢琴做什么脚啊？就是卖力气弹钢琴，使那么大劲干嘛？小提琴哦，这个说实在的，不爱，不爱，亏您没学，嗯，不爱，肖邦，嚯，莫扎特，你瞧，牛顿，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就大音药家嘛，就音药家，音药家都好这啊，都穿着燕尾服，对对对，嗯。啊，哎，没有那么长。燕尾服这儿都弄白褂子，那这儿弄块黑的也勒上啊。辫结，弄好了，拿电镀的棍儿啊，多好啊！哎呦，就这，我就喜欢这连锻炼身体都有。啊，广播体操多好这个啊，人甩手疗法，指挥吧啊，多指挥练这个，这连工作再锻炼都有了。省得早晨再上公园去耍剑去，耍剑去啊！您平常还是耍剑？早晨拿个宝剑嘛，上公园就是锻炼身体嘛。哎呦，我老离不开这脖子。您这比耍剑还危险呢，自杀剑吗？宝剑，大宝剑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练宝剑。对呀、啊，省得去练那个去了，拿俩棍儿，单位就晃动去了，是吧？啊，这就练了。反正他们该拉的拉，该弹的弹，他来他，你来你的，是吧？反不挨着跟您。不走，不看。十六岁那会儿啊，啊，长得不好看，现在也不好看，啊哎、好多。现在看惯了，我现在长开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前传着呢。嗯，好多都夸我说长得倍儿下饭，菜，金菜，哎，跟咸菜似的，金菜。我一上场，嗯，观众呜就出去了，都躲着，一鞠躬我下来，哇，他们都回来了。这好，约翰他们回来，我一扭头，哇，又出去了。怎么这样？把我倒落一好身体。来回来去出来进去好几趟啊，是吧？那不没法弄啊，就这么不爱看。小时候在曲艺团嘛，跟曲艺一块儿啊，大姑娘们唱大鼓，哦，观众特别喜欢啊。你想啊，大姑娘们要没打扮，穿旗袍啊，这气儿都开着嘎着窝着，好，披着两门帘子就出来啊。两边的票卖的那好啊。那就不是看大鼓的了，那是看大腿的了啊！人有人看的，咱有什么可让人看的？没有可看的吗？就说是人家跟那儿唱唱大鼓，当时在天津嘛，小时候啊，观众上花篮，对，喜欢演员上花篮，这有的唱的真不行啊，不好听，没板儿凉调，哎呀，词儿多记不住，弦儿高了够不着，全没有，唱成那样，观众还上花篮，一百多花篮，嚯、哦！我这么卖力气，我连个花圈都没有。也没有上那玩意儿的，弄这个 啊也不挣钱。后来大伙说参赛去，啊，说相声参赛，哦，参加大奖赛，相声大赛去了，回来你就行了。可以啊，去吧。啊，我很少比赛，我就有一年参赛，我伤了心了。您去过山西刀削杯相声大赛？哎，刀削杯，人削面赞助了。刀削面馆赞助的，你看比赛都有头里有一罐有名字啊？怎么叫？关键就是谁写谁名字谁花钱了？哦，谁赞助了？山西刀削杯、四川担担杯啊，陕西油泼杯、北京炸酱杯、天津打卤杯，这好嘛？净饭馆赞助的合适。我一听，嚯，嗯，山西刀削杯，哎，那典型的，这相声听着很有食欲。去吧，嗯，参加比赛去。哦，专业组我第一。那不错呀，成绩啊，专业组第一，还是有问答题哦。老师评委跟那问啊，1982年，嗯，北京大兴县副县长岳父叫什么？什么乱七八糟？这上哪儿给他答去？我想了又想，你问这玩意儿跟说相声都没关系，对，跟谁都没关系。我说我不知道啊，我说不是，我说你们这题出的你们太外行了啊，你们以为啊，你们就晒黑了就不是白吃的吗？啊。我说你这堆评委啊，简直下三滥！嗯、哎，下三滥！结果评委们报警了啊，说我泄露他们机密。这好嘛，
真下三滥了。当然媳妇我再没有看过看。哎，您尽早别去了啊。那干点别的，吃饭呢，得活着呢。有段时间我们说相声都出去给人主持婚礼啊，有干这个啊，还有唱歌厅，歌厅这都有。是歌厅人家晚上演出，我们给人说小节目啊，做个主持也不挣钱，一晚上给100，反正能糊口。你知道那会儿我多羡慕歌厅的女工作人员了。怎么呢？人家一晚上好几百。哦，我们学这么些年，我们还才学了100块钱，他都不用学，他挣好几百。您不用学也挣不下来。你学过吗？没有。我也不羡慕这个。后来我说不挣钱呢。嗯。后来有人说你得唱个歌。我说我也不会，我到现在我对唱歌我都不灵，不能唱歌。唱我跟于谦比不了，于老师唱歌跳舞都会，我就练过一点。没事，两口子跟屋来个酒吧的。哎，对，我们这儿来唱歌了，还有街坊的。哎，对，好，大联欢啊！我不行，到现在我都不会唱歌。哦，我说干脆我学点跟传统艺术有关的吧。啊、可以呀、啊，我发现那变脸儿我能来。哦，川剧的那个变脸吗？啊、拉个云手了啊。往这一站什么的，好歹还像呢。那可要功夫，花钱，关键是怎么变脸简单？哦，无非这是衣裳，包括里边装饰，嗯，带着几张脸子，哦、有机关。我记得那年买的都是2万块钱一套，哦，一套。我找人花价去了，啊，都一块不错。我老师您收的便宜点，哦，我就5000块钱、啊、一半，给你吧，嗯，都不错，衣裳也一般啊，啊，不是绣花就素，哦，我给我几张脸子，对、啊，哎呀，5000块钱要什么脸子？啊，这就不要脸了，嗯、摘几张吧，嗯、摘人家屎剩下的了。哎呦，还有一张画坏了给我了，画坏了怎么用？画了张草草，哦，大白脸是没画好，那像像屁股，哎，嗨、哎，这手艺太差了，我给你吧，哦、我也真实诚，拿着就走了，真用啊。晚上上歌厅用上了吗？怎么用、啊？出来之后一亮相，头一张脸就是这屁股，嚯！出来了，这张变出来，观众鼓掌，好，爱看变脸带杂技，你看拿大饼了，你看了？谁说的？是不是？后来想有朋友说你拍广告去吧，广告？我说我这样能拍什么广告？也许有的用啊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，最近有一广告啊，就在这个东北长春，哦、你去吧，在北京化完妆，化完妆换着服装走。说那么急呀、啊？去吧，给多少钱？5000块钱，不少。那个年头，5000块钱不少了。是，找着那化妆那儿、嗯，我说老师，我长得比较黑一点。哦，您受来给化了。化了。化妆乐了，嗯、啊、嗯，你这，啊，你这还白呢。说这还白，给他抹。抹什么？黑油彩，抹的一脸都黑了。哎呦，换上黑棉袄、黑棉裤、黑棉鞋，给张车票，走去，发东北去了。这就走啊？去吧。一上车没有不看我的，那是所有人都纳闷，不假，嗯，这晒成这样了，是晒的，一个个车厢往前走啊，有一个车厢四个武警压着一犯人，哟，这时候杀人连环杀人重刑犯给逮着了，这一送到这儿就枪毙，哎呀，靠着料，嗯，死刑，这人完了啊，精神也崩溃，准知道活不了，嗯，我打着跟前过，他看了我一眼。看见希望了、哎、他找了自信了，去吧啊，到东北找个地儿见着导演，我说那个演员我来拍广告，哎，5000块钱、嗯、啊，行，可以，这个吻戏你愿意吗？可把我乐了，你这哪说理去。谢谢谢谢导演，就等着这条不要钱啊，这白拍，吻、嗯、戏可以可以答应，能拍啊，好，嗯，把那狗拉出来啊，跟狗接吻，我说这不行，怕它咬着我啊。那倒是，先拍别的吧。嗯，拍别的好，先把那拍了吧。什么？很简单，您说简单啊。嗯，八宝粥的广告。哦，喝八宝粥喝完了，好，对，就完了啊。我说那可以，我一个人不，有个女一号。好啊，啊，来把女一号放出来，哎，放出来，把那边笼子里边弄出来了，啊，一星星，哦，带着星星，我一看就急了，我说这星星公的，嗨。啊，那个也就你能看出来啊！我是因为跟你待的时间太长了，
人话说跟他像啊，不是人是开始很简单啊，就是我一搂着猩猩，打开这八宝粥给猩猩灌进去，然后这一喊好，哎，这完了。导演一说开始，这猩猩一把把八宝粥抢了，啊，打开了一个我这脖子，给你灌下去了。我说导演，咱重来吧。啊，不，挺好，挺好，这挺好，谁灌谁都一样。哎呀，他都不挑。广告播出去之后啊，所有观众都来电话啊，那俩哪个是猩猩，哪个是人？好嘛，分不出来了。成功啊，努力吧。好，天天现场很多的工作都交给你，嗯，搬盒饭送盒饭，倒水擦地，净打杂儿，不是容易，净干这个了啊。后来我又一想，中国这么些说相声的啊，哪个不削尖脑袋往那儿去给人打杂去吗？那倒是，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条件。您这不错，我成功了啊，天天现场跟着干活，嗯，我得看看什么，找机会。哦，哪个节目适合我？看出来了吗？京剧不适合我，怎么的？唱戏来龙套都得学个七八年，我得下没法蒙。嗯，芭蕾舞啊不好蒙，怎么垫着脚尖儿？你一般人来了吗？哎，对，您了解这个对吗？唱歌还得练啊，唯独说相声门槛太低，试试就行。是吗？你普通话差不多就能接受，就能说话，就说你是说相声的啊。你哪怕带点方言，你南派笑星，知道吗？太好了，带方言就南派笑星，唯独这行最好算人了。是啊，都狮子，哎，对，是啊。等着吧，我一看现场有一节目特别适合我，有一个68人的一项，68个人相声，大伙一块儿喝，就现场有布景，有山有水有飞机有坦克，这是相声，打这边机关枪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哎呦，打出十个说相声来，嚯，打那边坦克砰啊，轰出一帮说相声来，哎呦，山上大崩弓子，啪啪啪，一大堆说相声。水里边蹲蹲蹲蹲蹲蹲啊，打上面出去各式各样啊，全出来了。68个说相声站一块儿，大伙一块儿说：“咦，我们怎么晕了？”哦，说好给全国观众100元啊！哎，这节目就算完了。哎，这就完了。我一看，这太好了，这你行，不需要技巧，不需要智力，不需要素质，不需要脸。哎，对对，什么都不要了。这个你缺心眼都能干的，这个那倒是。我找导演去了，我说。我说我来这个吧啊，演这个，不行，这60来位都有背景啊，都有来历，都有关系，多了谁不干了？你得来哦，等着吧。那天现场彩排出事了，怎么的？那大炮都打出说相声来了啊，砰啊砰，这打完了，打山上人人人往下蹦说相声了，哦，跳下来，有一主跳下来没跳好，吧唧一下子摔那儿，有万幸，没事，摔死了啊。摔死了叫万幸。我找导演去啊！我这短衣兵哥是我来吧？你来吧？你来晚了，怎么的？可他推下那人已经替他了。哎呀，我竞争太激烈了，这哎呀，你们这个行业太残酷了。就说是，嗯，这怎么弄啊？啊，天天现场干活累跟孙子似的啊！没想到那天突然间出一大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彩排好几千观众站那好，这欢呼呢。嗯，有女观众现场生孩子，生孩子。把我气的，嗨，热闹哄哄回家去，跑这生孩子去，没人管，就是我。哦，打电话叫车，送他上车，弄医院去，就干这个的吗？哎呀，回来之后心情很郁闷，不高兴。什么时候能熬出头来呀？净干这事，找我那朋友去，3000块钱退给我。哎，我不干了，没用。到现在我一点模都瞧不出来啊。是啊，我什么时候能成啊？啊，我什么时候能上春晚呢？是，朋友乐了。啊，就你这个心态你都成不了。什么心态知道吗？你必须学得胸怀宽广，哦，而且来说脸皮得厚，脸皮厚，脸不厚你哪干得了这个去啊？取经找着有明白人吗？教教你什么叫明白人。想哪有明白人，谁明白人呢？脸皮厚，谁脸皮厚？哎，啊，那天现场生孩子大姐脸皮厚，哦，好几千人看着生孩子，哎，人都不在乎啊，多举气是吧？啊，什么叫举气？哎，就是耿直啊。啊，找他去，找他去，买东西到医院，看他去啊！一进门，坐着正哭呢，哎呀，太丢人了！他也觉得春晚现场好几千人跟这儿，我生孩子啊！我说大姐，你别变着过，你不叫事儿。那年申奥成功，天安门广场前面还有人生孩子了，啊，那也是我。对我孩子也特别可爱，小孩儿于思阳，哎，小孩儿是已经满地跑了。不小了，聪慧异常，还行，不到
八个月就能说话，说话早，有语言的天赋，是是是，人家说跟这个家庭的熏陶是有关系的。我搞这行的吗？八岁，那会儿说话，你说说得很清楚，这也做不到，几个字还能学。对，哎呀，太可爱了！八个月的孩子会说话。哎呀，他妈抱着在那说话，说什么呢？发票，哎，发票，毛片要吗？什么乱七八糟！这么长的句子都能学起来吗？没听说。嫂子一边上班一边教孩子。上什么班啊？哎，发票呗。UFO 您见过？你说具体是什么我不敢说，因为我不是科学家，我研究，但我看到过亮天上的不明飞行物啊。我就纳闷，我说老说有，难道是我真的遇到了吗？真看见，我就可以凭我的肉眼可以看到很亮。哎呀，打电话报警，还让别人知道，警察呀航天部门都来了啊，都待着了，都看。你发现了？我发现了啊，你有病。没月亮看。我会成功的啊！我当时特别想打篮球。哦，这是大运动项目。这么可乐吗？这打篮球？我跟姚明我们在一块儿啊。哦。您跟谁在一块儿？姚明。你要不要鄙视他？他坐在地上。坐在地下也比您高，还客气了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您都跟人打篮球了，您不明白什么意思吗？我跟他们一块儿，他们我知道，你说两米三米那个是吧？啊，哎，我怕什么了？那倒是，我够不着球，我可以打乱他们的步数。怎么打乱？我就把他裤衩扒下来。哎。对，你要蹦起来也能够得着，倒是我会努力的。嗯，后来我想练游泳，水上的项目，我喜欢啊，仰泳嘛，是吧？啊，跟你那个差不多，你是这样，我就两码事，我仰泳嘛，是吧？啊，不，瓦式，瓦式，您倒没练那砖式。青瓦是瓦是青瓦，大青瓦，您这倒字。后来遭到了园林部门的拦阻，这跟园林部门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说我破坏了草坪。您在绿地上练来了？旱泳吗？哪有旱泳？旱瓦，秦砖旱瓦，这旱。不爱的，对吗？嗯，后来不让我练，不让练，不练啊，活该，啊，死该。我越来支持您的人越多了。一样练，吹口琴是这么吹吗？吹口琴吗？吹口琴。您嘴长哪儿了？吹口琴吗？什么呀？吹着吹着犯烟瘾了，这是。你不懂，真吹假吹，我吹半天了。那倒是啊，我听见吗？是，谢谢，谢谢。怎么谢谢？吹口琴，看书，看书，古典文学名著，哦，四大名著啊，拿起来就背，哦，正背如流，倒背如流，四大名著，我给你背背，背一遍啊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，哎，我又说对了。又想起这个来了，又想起什么来？梅兰芳，我都行啊。哪儿啊？对，我这到跟名著有什么关系？就金庸的小说我都会。韦小宝，我就爱韦小宝。武侠小说，这对别得差，就韦小宝我喜欢。武侠小说，不武侠不喜欢，就喜欢韦小宝。就喜欢韦小宝，他媳妇儿多。哎，对。您瞧，您崇拜这偶像，嗯，韦小宝、西门庆、陈冠希，这我都爱。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对。我别人武侠小说我也不爱看，哦，写的没有文学性。啊，金先生的可以，别人的差着难一看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
他的心是冷的，哦，他的血是冷的，嗯，他的人是冷的，哦，这孙子冻上了，哎，这全是冷的，合着这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啊？不爱看啊？天，就这会儿啊，啊，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，还有心肠搞对象，长得是这么好看，脸跟车祸现场似的，哇，看不得漂亮，尤其那个眼睛特别有神，眼睛好，你看人这样的。嗯，这邪事啊，这女的，这女的多好，这啊，好什么呀？你看老跟聊的人似的，哎，老冲那飞眼儿。嗯，在一个风和日丽、草长莺飞的下午，嗯，我和我美丽的女朋友偏见小姐，嗯，哎哎，我们两个，这女的叫偏见呢？废话，这不偏见吗？这哎，我把这茬忘了。我们两个人坐在刚果布拉柴维尔31种口味冰淇淋店。嚯！要了两个雪球，哦，我看着他一勺一勺的吃光了我跟前的人，对，他那份都看不见了。我很生气啊，我很恶毒的瞪他呢，还忘心去，根本就没看见你。哎，我思绪万千，想什么呢？想起我远在南方的父母，想家。出来上学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哎，对，20多年了，这么多年来，嗯，没有联系。嚯，哦，今天早晨我的父亲写了一封信，哦，来信了，亲爱的孩子，你好吗？很久没有联系了，想了。今天早上，嗯，要不是邻居的提醒，我都忘了还有这么一个儿子啊！什么当老家的这是？家里一切都好，你放心吧。是是，最近闹天气，哦，这周下了两场雨。哎呀，一场3天，一场4天，那就是下一礼拜，知道吗？我和你妈的身体都不错，你别担心。嗯，咱家搬家了，哦，搬到原来那个地方500公里以外。你猜是哪里？这哪儿猜去？希望你常回家看一看。哦，再见。哎，完了。你家住哪儿呢？好嘛，没写地址。我很想念他们。瞧瞧去，我回家看一看。嗯，走遍天涯海角，我要找到他们，找家去。偏见支持我，是他带我一起回乡，他带着你去。我们两个来在了北京火车站。嗯，票都卖没了，没票。偏见找到了警察。嗯，说呀。你知道票贩子在哪儿吗？警察说什么呀？警察乐坏了啊！我也找呢。哎，对，可不是全找的吗？还不从哪儿弄两张票，真不容易。我们登上了西去的列车，奔西边去了。走了3天3夜，在一个我不认识地方下车了。跟他走认识不？他带我走进了森林的深处，进林子。我太累了。哦，躺下就睡着了。哎呀，不知多长时间，偏见推醒了我。哦，哎，哎，他推的是你吗？这个，他看着别处推你。别琢磨这姿势。哎，真，反正睡醒了。是是吧？醒了，醒了。干嘛？啊。有一个好消息，有一个坏消息，你听哪个？还逗闷子呢？先听坏消息吧。听坏的，咱迷路了啊！以后只能靠吃牛粪过日子。嚯！好消息呢？啊，牛粪有的是。什么好消息？这是我气的啊！打了他一顿，犯不上。我自己回来了，嗯，几经辗转回到了自己的宿舍，嗯，快摸，你不是要死吗？你讨厌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对，废话太多。是我打算死了，死摸进门呢。别拦着我，来，嗯，停电了。这好，太难点了。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，这还让人死不让人死了？想别的办法。我跳楼吧，或坠楼，从楼上摔下去，在风声中结束我的一切。想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研究过，啊，2楼和20楼跳下去不一样。那有什么区别？2楼的跳下去是，啪，20楼呢？啪，就这区别呀？这都没研究一样，是不是？
你猜我是什么声音？您什么响动？嘣！怎么这样？我撞着铁丝网了。这好，我护栏没开着呢。死不了啊！啊！翻箱倒柜的找药。你要干嘛？吃药，服毒，服毒自尽。好家伙！找吧。嗯。没有。哦。家里连毒药都没有。谁预备那个？我这算什么日子？有毒药算过日子啊？人于老师家里三天两头就得买，没听说。我上药铺啊，我说老家啊，我想自杀，有没有毒药？嗯，人家大夫特别客气，嗯，最近不是特别好，是吧？很少上这种东西，之前的货底于老师都买走了。哎，我呀，啊，不要那玩意儿。现在还有一种，这个挺好，什么呀？新出了进口的，啊，口感也好，疗效也好，啊，就是稍微慢一点。你五年后才能死，慢性自杀。我一想，这不像人话啊！既然老天爷不让我死，说明我还是有利用价值的。您就别死了，我就不能好好的活着吗？这话对，我就不能干点事业吗？太应该了，不能，嗯，不能。我们不会别的，哎，你想不会学呀？我目的是为了挣钱。哦，我不管你哪个学校毕业的，我不管你想做什么成绩，你的目的不就是挣钱吗？那倒是。那我直接能弄到钱，是不是就成功了？可以呀、啊。我印假钞。哎，什么主意、啊？我有一个朋友啊，过命的交情，有交情吧？郭德纲，你要找倒霉。对，你这是要疯了。劝劝。国家有规定啊，印大票犯法，印小票也犯法，知道吗？我说大票小票搁一边这不好弄啊，哪儿买那个纸去油墨借那滚儿啊，印钞票还这么印呢，赶得上花吗这个？我一张上我多来几块干嘛呀、啊、我完事我印完了拿钳子搅完了拿小夹子这样的晾着。没听说您这太落后了。我说我不会啊，朋友乐我来替你做，他我是这方面的行家，哦，他给我弄啊，他去买，他安排一切，完事他再卖给我，哦，每50块钱卖我一张一块，成本太高了吧，这有点。我想了很久啊，他是不是骗我？这还用想，他就是骗你，太不像话了 啊！你以为谁是傻子？这什么谁是？就你是傻子。终于被我发现了，哎，不能指着他。啊，凡事还得靠着自己来，自己干，倒不如抢银行来的脆手。哎，对，您还是聪明。银行里都是钱。哦，我每天写日记，调查一切的情况，调查，翻资料，查以前的案例。哎呀，我一定要成为这个行业的精神领袖，下功夫，我要成为这个行业的旗手。嚯、哦，别的行业你看我不愿意当旗手啊，这个行业我还是很愿意。哎，对，这有什么可愿意的、啊？哎呦，很多前辈的经验值得我们商榷学习。还有前辈？那我们曾经有一个前辈啊，抢银行的前辈。哎呦，这个人就是没商量好，怎么呢？方向感不强啊，一切都运作好了之后，半夜12点提着菜刀冲进了武警宿舍。哎，我最后呢没给他打死。哎，对，活该嘛，这不是。我们还有一个前辈啊，想得很周到啊，用麻袋套在头上，这对呀，忘了掏眼儿了。我过马路咔就压死了，缺心眼儿。我们还有一个前辈啊，他成功了，真的抢劫了现金180万，不少，开着车冲上了北三环，赶紧跑，当时是下午5:40。怎么了？警察来的时候这孙子还跟那儿堵着呢。哎呀，赶上堵车了也不成。成功后不要去马店啊。对，你错了，堵车。有这么些个前辈在前面用鲜血为我铺的路，是我有什么理由不成功呢？您真成功吗？当然了，单丝不成线，一个人做是不可以的，还是有同伴。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方，好，祖传12辈都是偷东西的贼窝，写封信请他来技术支持一下。哦，他很高兴，愿意。在来的时候，火车上摊开了纸，写抢劫计划。火车旁边坐着一老红军啊，火车直接就开到派出所去了。好，现修铁轨。
多一个人也会成功的。自己干，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锻炼身体，锻炼我跑步有什么用？哎呀，万一要是有人追我能跑得快，跑凌晨四点我就下楼了，嗯，在院子里边跑，院里有个小狗啊，遛遛狗啊，有人遛狗，小狗啊，这么点小藏獒啊，哎，藏獒，藏獒不这么大，一个耳朵就这么大呀，好嘛，大狗啊，呜就过了，我的天哪，啊，跟个大狮子似的，是吓坏了我，啊，自己人，我也是狮子，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行了行，哎，对，在这碰着老家了，哎，先碰。跑吧，赶紧跑吧，省咬着。一直往北我就下去了啊！我成功的把藏獒甩在了身后，真不错。我成功了。好，转天吃过了饭，啊，从张家口回来的时候，嚯，哦！你先等会儿，您都跑到张家口去了，你就知道我这速度了。嘿，要不也甩不掉去啊！我一定会成功的。好好，我天天我自己的练，嗯，我练，我先拿自行车，别大公共，玩命去了，骑着自行车上街。哎呀，大公共我别他，哎，天天练会成功的，您就练吧。哪天早晨出去啊，嗯，没用上我的全身武艺，我也成功了。怎么成功的？运钞车翻了，哎呦，咣当一下摔开，里边出一大铁箱子啊，打开一看，里边都是钱。那可不是，平地一声雷，陡然而富，转眼富家翁，郭德纲有钱了，富了，我倒了霉了，怎么呢？怨我自己，什么事？拎着这箱钱呢？啊，我上银行去了。哎，傻小子，送东西的快来啊！愤怒的家巧，谢谢啊，嗯，满坑满谷，是大伙儿都坐满了，也没有走的，这就对了，嗯，哦，因为什么呢，相声啊可以不看开场，嗯，一定要听后边，后边好，因为到后边演员们就要胡说了啊，就爱听胡说，但是实话实说啊，嗯，嘴里都有谱，那当然有我们的底线，嗯，其实我们说句良心话，嗯，老说哎呀说相声净瞎说，嗯，但是我们比不了电视剧和电影，真的胡说比不了他们，你就是骂人的话或者如何如何的，嗯，电视剧电影都可以表现，嗯，我们张不开嘴，我们骂不了街，我们也不是不能骂，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底线，不能骂，有底线啊，嗯，这个刚才岳云鹏和孙越，是孙越大家都熟悉哈，啊，嗯，李文华先生的外孙，对，这个孙子现在这个在，嗯，这孙子，在，这您张得开嘴了，这个，嗯，外孙，对不起，是外孙，这个外孙也不像话呀。这个大胖子啊，嗯，很可爱，是啊，这个在后台没少惹祸，惹祸。刚才我要找他打架来着，是吗？啊，我上后台我今儿带了一个平板电脑啊，哦，iPad， 他拿那个当电子秤踩了一下。我的妈呀，我搁在地上充电啊，他过来了，我称称吧，超薄了这回，嗯，啊，要不说高科技没有什么好处呢，哎，没有拿他这看成电子秤啊，他不能，他得过泵，知道吗，对，腰没的那个玩意儿腰他才合适，啊，站在卡车上啊，这边这逗哏的刚才这是岳云鹏，小岳，我徒弟，嗯，越来越好，是，这今年也结婚了，哦，结婚了。哎呀，今年德云社结婚的好几个，是后台怨声载道，嗯，怨声载道，净随份子了，掏钱。你看岳云鹏结婚，嗯，我随300，嗯，哟，谢金结婚，嗯，给200，嚯，我那经纪人王海结婚，嗯，给200，哎呦，大 S 结婚，嗯，给300，哟，威廉王子结婚。嗯，给300，拉登出殡给500，您这人缘都是这么走近的，你说哪有花钱的不是，还不是，哎呀，这事闹的，盼着吧，盼着于老师多等结婚就行了，哎，没有这日子啊，于老坐后他也做丫花子，是结婚太早了，嗯，结婚太早了，
没有收钱的机会了啊，这份子也不大啊，挺好挺好、嗯、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，是是不是，尤其岳云鹏、嗯、大伙儿看着喜欢，不错，长成那样的他还能干这行是吧，嗯，就长成那样才干这行、嗯啊、长成那样应该捧人家是吧挺好、嗯、他们说小黑胖子所以说这个于老师会保养身体，买了好多腰子呀，然后哎，这还是这出，我可爱说那个，你知道是啊，啊，好好说相声，好好做人，嗯，没有别的手艺，嗯，老少爷们这么捧咱们是无以为报，哎，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嗯，有嘴就能说，嗯，但是呢，也是最难的，也不容易，不好干，嗯，老得跟观众赛跑，赛跑，你不能让人观众追上你。哦，每一句话都得在您各位的前边等着啊、哦、这意识上你想啊，您各位攥着票甭管多少钱买的，嗯，看看票看看台上，看看票看看台上，我养活了你啊，嚯、哦、你想吧，嗯，你这说着说着，我们讲的叫包袱啊，笑料，说着说着再有三两句快说完了，嗯，他要是猜着了，嗯，他马上就拿你不当人，不当人，他旁边还带着、嗯、带大姑娘呢、嗯、哦，等着啊，他一会儿准说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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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你要一说他能站起来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干嘛这样，你怎么办呢，这玩意儿是不是，嗯，所以说人啊干我们这行必须时时刻刻的精神紧张，对了啊，倒不是说比您强多少，嗯，关键是我们要敬业啊，要研究这四门功课，哎，吃喝那个、六门功课，说学逗唱吃喝，哎，我还你要说后边那俩啊，我刚才说的是逗哏的功课，嗯，捧哏的就四门，于老师是很用功啊，吃喝嫖嫖啊，我倒是不赌哪有时间赌啊，是吧，净嫖了是吗，哎呀你哎呀很央当了，哎，这废话，我来解释一下 啊，我来解释一下，因为现场肯定会有我们同行在记录啊，哦，你们这些年来每场演出台下都有我们同行、嗯、记录完了找有关单位报告去啊，还干这事儿，这没经常有经常有、嗯、那于老师所谓说的这个瓢指的什么呢、嗯、大葫芦切开了瓢，哎行吧，够了，因为他喜欢养蝈蝈养油葫芦啊，哎，自己跟家有块地，嗯，种的葫芦，哎，那个瓢，哎，葫芦切开了，对，是瓢，哎，北京第一瓢客，哎，我是不是又说错话？对，不是我办错事儿了，啊、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同行记不全啊，对，有的字儿不会写，废话，就记这一个字儿，你别老拿同行开玩笑，谁呀？你也曾经是。专业院团的主流相声艺人啊，对，都从那时候过来，就是嘛，你那会儿对吗，什么就对吗，他原来就是后来上德云社了啊，早先也是专业院团的，那倒是也参加过大赛，是得过奖，对，一等奖，相声大赛一等奖，有拿着这个、嗯、上街啊，嗯，一等奖走着街上对过、嗯、来卖光盘的，哦，挎一兜子，嗯，一眼就看见于谦了，嗯，走过来看看这奖状，要盘吗，哎，这跟奖状有关系吗，要盘吗，嗯，有美国的有日本的，错、哦、看吧、嗯、看吧，于谦都急了、嗯、你拿我当什么人了，真是你说的都是什么话，嘿，看看，嗯，看看，获奖专业的相声演员，嗯，哎，知道就是你们买的多，哎嗨，要不怎么后来脱离主流了呢不许瞎说啊，谁瞎说呀、啊、相声不分主流与非主流，我们都是一家子，对不对，哦，一家子，啊，对啊，希望他们都好，真心话，嗯你这有点欺人太甚了我能说出来就不容易了你还让我真心话啊，不错是不是啊，就是同行，同行不是冤家，哦啊，是仇人，哎，这
还不如冤家呢。好好说相声，都好好干，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上的相声演员，嗯，好好说，对得起观众，这是最主要的。没错，一个艺人的良心嘛。嗯，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对，拆开了是十二门功课，很多呀，哎，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。嗯，都得下功夫学。今天开场，我们那小徒弟张云雷，嗯，唱的那叫太平歌词，对，那得唱。嗯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再唱什么都算学。是啊，啊，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越剧、黄门戏、大鼓、小曲、小调，嗯，都得学，都是我们的老师。哦，都得下功夫学。小曲、小调也得学。那当然了，嗯，好多人都知道北京小曲，嗯，天津时调，嗯，东三省的小曲、小帽，嗯，这些东西哪来的呀？嗯，好几百年的历史，怎么会有这些个东西呢？是啊，列位，嗯，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心声。哎，来自于民间，由打老百姓当中来。是我们有时候台上唱，唱大西厢，嗯，发四喜儿，是唱个什么画扇面、放风筝，哦，这些东西都是老百姓研究出来的。哦，都是小曲儿。哎，这我们也没事爱研究，嗯，爱研究爱唱。是，你看有的时候抒发情感，哦，有情在里边。通过我这些年研究，我发现好多小曲儿，嗯，跟爱情都有关系。哦，都是写情的。你看你还装傻啊，我本身我就不知道啊。我以为你想说本身就傻呢。哎，这我干嘛这样。于老师沾唱小曲那有一号，咱实话实说，哎，倒好唱。他打小他那个家庭熏陶就是唱这个的，家里边都家里都唱这个，老北京人，嗯，街坊四邻老头老大爷都爱唱。嗯，他有时候自己的生活跟小曲就都融入一块，这些年差着，是这些年岁数也大了，啊，不年轻那玩意儿，嗯，小曲儿不离口，老唱着。尤其当初那个，嗯，搞对象的那玩意儿，交朋友的时候，怎么那么可乐呀，啊？什么事儿啊，嗯？我一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情，我觉得可乐。您又要说什么呀？没有，嗯，那有什么可说的？谁没搞过对象？还是对不对？谁有十七，谁都有十八的时候，都打年轻过来，对不对？于，嗯，老师，于老师今年是四十几了，四十二，四十二了啊。嗯，他当初那会儿年轻，十九二十那会儿，嗯，那会儿搞对象，是那会儿比现在的年轻的多了。那当然了，那会儿是披肩发啊，披肩发在脑袋上头，打这儿打这儿起来嘛，就那也不像话，我也不能留披肩发呀，就是烫起来那，哗，这老跟要飞似的那个，哎，我烫出一翅膀来啊，咱不懂，反正那会儿挺帅。啊，小伙子精气神也足，年轻主要交往过一个女朋友，是多那个岁数，你想他十九二十那会儿，嗯嗯，那会儿咱是文言词叫卿卿我我，哎，有这么个词儿，谁也离不开谁，哎，有两三天要不见面，嗯，真是，我能说吗？啊，这没关系，哭的心都有，就那么想，呀，女孩也想他，这感情在哪儿？都这个岁数，是这个别笑话啊，嗯，别笑话，尤其于老师是重感情的动物，啊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动物？重感情的人，重感情的人呢？啊，重感情。你要现在有时候他难过，咱们看着就这岁数了。嗯。可你要说搁着那个十八九二十郎当岁儿，嗯，都能理解，这很正常。那会儿要说一出差、出门演出走几天，嗯，死的心都有啊。哎，这真想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嗯，一出去坐哪儿掉眼泪儿，啊，还哭呢，想。嗯。团领导不知道啊？是啊。团领导就六七十岁了，老头看着他台上说相声乐呵呵的，嗯。台下哭，嗯，领导纳闷儿，哦，丈二的尼姑摸不着头脑，啊，你摸尼姑脑袋干嘛？老话嘛，丈二的和尚啊，也有大个的尼姑，哎，这，您就憋着摸尼姑，不是你丈二的和尚就是这么句话，不要瞎说，废了，您说错了啊，自个儿坐在那儿，点上一根烟，哦，那时候就抽。抽的这个咽气劲儿，一嘴烟沫子，刚才没着，还没着，就一口就掐了，抽没了。哎，这嚯，这一口够大的。过去呢，买那小的短的烟啊，这也太短了。哎，想女朋友，想了，唱了一个小曲儿，唱的什么呀？
叫《休喜红》。哦，这可是名段。哎，怎么唱？盼回城，盼回城，满腹凄凉，草木凋零，血已阑干，泪珠儿倾，一阵金风过，落叶满中庭，思想起郎君一去老没有回城，在外飘零。真动情了，心声啊，对，眼泪哗哗的，真响，裤子都湿了。哎，我是尿了是怎么？眼泪毛、啊、眼泪至于裤子都湿了，就是泪，泪如尿涌。哎，没听说过，泪如雨下，那泪如雨下。哎，难过。嗯，家里边那个女孩也想你呀、啊，当然想啊，坐在这儿，嗯，也哭，还不回来呀、啊？是。拿过一瓶啤酒来，这比我还瘾大呢。嗯，好牙口，喝完就睡吧。嗯，哎呀，这点起子呀，没有起子，拿牙磕的。哎呀，别说怎么打开的了，坐这想。嗯，喝完酒了。嗯。也唱了一个小曲儿，他唱的是叫无锡景调，什么味儿？也叫探五更，北方叫照花台、哦、怎么唱的呢？为了巧才郎，叫我判断了长，好意似崔小姐，喜香灯张郎啊，春花有秋月水之王啊，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去找个流氓啊。什么找流氓啊？就没忘了吧。啊，找不是这词儿，找个色狼也不行，找郭德纲、嗯、哎，这差不多啊，这词儿去思念啊，外边不能老不回来呀 啊算这日子啊，于老跟着算 啊还有几天、嗯、算，哎呀算，哎，我这刻毛豆呢，是的，有这么算的吗？算刻，这是刻毛豆啊，这个呢一样，是把毛豆放下，哎，对，还是刻毛豆呢，想，哎呀，嗯，哎呀，怎么还快到日子了、啊、算吧，还有三五天啊。哦，哎，这净抽了、嗯、腿上，哎呀，哎，嗯，想也是白想，对，唱一小曲儿吧。哦，唱的什么？唱的是探情郎。怎么唱的？一更里月牙生，在外的人哪、啊、泪珠儿盈盈啊，啊，用手推开两扇窗棂啊，啊，树影儿那个摇动啊，树影儿那个摇动啊，哎呦我的这个心呐、啊，心呐、啊，啊，心连着病啊、哎！什么长的这是？不是不是，这什么部位这是？还不心神不定啊？哪儿就心连着定去了？哦，心神连着定，这嗨。啊，没有，心神不定，心神不定啊！对不起，这个年头太多，是都忘了，都忘了。忘老词儿都是文学性强，文学性强也没有，这长得错了。你这难过，女孩在家也难过呀，都一样啊。快回来了啊！哎，又一瓶，哎，费多少酒这？哎
知道捂嘴了这回。哎呦，看看，还串踢呢，这叫双响的。哎，想别弄这个。这小姑娘想你啊，小姑娘也唱一小曲儿，她唱的是《打新春》啊，这倒熟。正月里打罢了新春，嗯，寡妇在房中口。寡妇？怎么是寡妇啊？不是，她名字叫寡妇。不是，有名字叫寡妇的吗？他们家种西瓜的。啊，寡妇种西瓜致富。是谁给起的缺德名字？这是寡妇，就按这这么起名字。哎，这么一说就解释开了。嗯，哎，对，是瞎编的。正月里打罢了新春，嗯，寡妇在房中口问心。这唱痛快了，这太好了。嗯，寡妇年长76啊，还是寡妇？我你说36。二十六啊呀呀呀呀有啊，嗯嗯，我的丈夫可未回门，哎呀呀有，哦，二月里打罢了新春，哎，小家人房中乐滋滋，嗯，拿过来菱花照一照啊呀呀呀呀有啊，嗯，小模样长得是真爱人，哎呀呀有，哦，瓜子儿脸红嘴唇，通关的鼻梁是白肉皮儿，玉米银牙真四个玉呀呀儿有啊，嗯，我比那个韩国的金喜善真好看，像他的洗脚盆儿，哎呀儿有，像洗脚盆儿，实在找不着辙了啊，那就找辙来了，这一天啊，终于你回来了，那就好啊。隔着一堵墙啊，你心都哆嗦成一个了，要见面儿，想了这么些日子我终于回来了。是站在墙边上，嗯，墙里就是自己的心爱的，是他也站在墙里边，嗯，他的心也是噔噔跳，肯定是墙外是你，墙里是他，嗯，墙外边于老师汗都下来了，哎，老抽啊，你再听墙里边啊，哎，这烟酒嗓就这么落下的，嗯，墙里墙外，嗯，万语千言都不如唱一句啊，还唱啊，里边也唱，外边也唱，怎么唱？姑娘先唱了，唱的是繁星眨眼，月牙弯呐，哎哎哎呀，好，墙外边是于老师唱，微风轻吹，柳树间啊。哎呀，心里痛快。墙里寡妇家，墙外大光杆，就别唱了，光棍戏寡妇呢，这是不是，就是唱着这讲究，这什么讲究啊，这什么词儿啊，老唱也没用啊，啊，开开门把他让进来见面，一步一步走到屋里，两个人对面而坐，嗯，夜半三更，门插上了，哦，帘儿挂上了，嘿，桌上点着一根蜡，嗯，一人一杯红酒，四目相对，嗯，万语千言都说不出来啊，真是女孩半天，嗯，端起酒来又喝，哎，嗯，念着红酒不行的啊，哪儿那么大瘾呢，这是，哎呀，嗯，这屋里带不了人了，这你可回来了，哎，对，说话吧，我想你想的都不行了，哦，我都12点多了，那么晚了，孤男寡女，嗯，干柴烈火，嘿，哦，这是把军大衣脱了，这在屋里穿什么军大衣，腰里这绳子解开，刚下地回来，这是大棉袄，这铁锹放下了，棉裤，哎呀，嗯，棉坎肩，哎，怎么那么累赘，毛裤，嚯，怎么样，嗯，秋衣，哎，这里三层外三层啊，来床单还裹上，也不是什么时候点上的，这是
你猜我想说点什么？哎，这脱衣服脱忘了。前儿看着的。嗯。我干嘛热了？是怎么着？你也脱。哎哎。哎，这有个仪式，这玩意儿。嗯。对脸坐上。嗯。这汗哗哗的，还那么热。哎，姑娘看着他。嗯。还晃悠什么呀？这说话不就完了吗？你离开这些日子，嗯，我才知道，哦，我是真爱你，真喜欢你。你看，我一时都离不开你。说实话，既然你回来了，嗯，我也不想再说多余的了。早就该这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是不是？嗯，来，嗯，你给我唱一小曲儿吧。哎，我们俩耽误就耽误这歌上了。你以为呢？我以为要说段相声。谦哥乐了啊！哎，好好，高兴呢。我给你唱一小曲啊！啊，今天晚上咱俩这个状态，哦，要没有一个好的小曲是拉不开帷幕。真倒是，我给你唱一个应时应景的小曲。什么呀？春宵一刻，这太应景了。嗯，听着。春宵一刻，只呀么值千金。嗯，三溪牡丹，吕洞宾，吕洞宾呐、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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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黄河楼上梅花落，玉笛吹散满天星。绿树阴浓夏日长啊，磨坊里困住李三娘啊，哎哎哎哎哎呀！嘿。真不错，嗯，女孩可高兴了，嗯嗯，就你唱了几句，死我都值。你瞧瞧，你再来一段。哎，那就唱。谦儿高兴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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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会的还真多。我给你来，你听什么？你点一个，点一个。嗯，你给我唱一个那个《君越歌》。啊，他还点呢，《君越歌》抒情的，用这个。嗯，我就把烟放下，行不行啊？我还老抽着。一轮明月照在了当空，秋风送过一片歌声，虞美人暗吃一惊，轻移莲步走出了帐中，立身月下仔细听，歌声在军营之中，歌声凄惨令人胆惊，俱是那楚国歌声，悲凉凉令人心惊，悲凉凉令人心惊。这就有点惨劲儿了，姑娘眼泪都下来了。是，太好了，还好呢。哎，这拿他下酒呢。哎呀，有话说吧，你再来一个吧。还唱？别耽误功夫，你再唱一个吧。哎，这点功夫净唱了。谦儿说：“对啊，再给你来一个拿手的。”嘿，艺不压身。嗯，哪这废话？我怎么会那么些个呀？肚腩太宽敞了，哎，会的多。这些是跟外边想你，我净琢磨上歌了。哎，琢磨点正。我给你唱一个对花。对花。二月里来什么花开呀？嗯，二月里来兰草花开呀，兰草啊花开呀，花开想起我的哥哥呀，花开想起我的妹子啊，哥哥呀妹子呀，哥哥哥哥干哥哥呀，妹子妹子干妹子，气不冷冻一夜寒呀，爸不冷冻一夜寒，一朵一朵莲花花花也没开呀。这唱的还有点意思，把姑娘乐坏了啊！谦儿，你猜怎么着？啊，天都亮了，那就别干点别的了。我送你走吧。走了。谦儿说：“行。”哦，你瞧，我还真听话，又穿上了。哎呀，这玩声乐多耽误事的。你这穿，姑娘也穿。哦，走，我送你出去。嗯，出去留神，别让街坊看见，怪害臊的。唱一首歌有什么害臊的？这往外走吧。 啊， 啊，你唱的真好啊，你什么时候还来啊？嗯，缓两天。哎，对，
嗓子都哑了，稍微哑了一点啊。观众说这样吧，那什么，我给你唱一个吧。啊，他也会。往外送你的时候唱了一个小曲儿，哦，叫《送情郎》。怎么唱的呢？一不让你又来呀，二不让你愁啊，三不让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奴的兜兜本是一个银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宝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你太奇迹了，早就逮着这两句。一唱这个，等于是街坊就都出来了。还那么些街坊，街坊站在院里边，哟哟，对对，你别笑话我们，唱一首歌有什么笑话？就说是呢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，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几分钟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南呐、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、这一元给我的郎买张车票啊、这一元给我的郎买上一袋三曲青胺呐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哦、送到了大门西呀、猛回头我就看见了有一个卖帽子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顶帽子戴呀，好看颜色红白黑、没有那个绿的，谁戴绿的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哦、送到了大门北呀、猛回头我就看见了王八驮石碑呀、我问王八犯了什么错呀、只因为说相声桌子那挡住了腿、哦，谢谢。我就放这儿吧。徐老师，我的天哪！您这接我说不对的，老何不对。哦，来，我给接。谢谢。啊。谢谢，我看那还打着横幅，写着老何部队是吧？对。哦，谢谢，我是趁部队的人了啊。来，谢谢。这个，这是刚才谁给我们的？这是，那儿给的哈。这俩都是我的吗？有一个半是我的。啊，我给你咬下去。谢谢。这个今天来了不少的朋友。节目也是一场接着一场。是。刚才这个演员叫高峰，哎，和栾云平。高峰这是已经疯了，这是啊，这叫疯了，像话了。说的挺好啊，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对，把于老师请上来了。您客气，观众们非常喜欢于谦老师啊，都捧我啊。今天据说最早的时候，下午四点多钟有观众就在门口来等着。人喜欢听相声，我瞧见一小男孩跟女朋友还聊你来着。哦，谈我来了啊？怎么说的？那男孩问女朋友：“你知道武藤兰吗？”这是谈我呢吗？这个小女孩一脸的茫然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那就完了。
那你知道苍井空吗？知道，女孩很单纯。你知道小泽玛利亚？干嘛呀他呀？知道啊？你知道于谦吗？说到我了，女孩愣了啊，他也演那个，还是知道啊？没装到底，这女孩。可见您在大伙儿心里边多有影响。什么影响啊？我跟我都入那个流了，我都入哪个流了？那您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？主流的。看见大伙儿高兴，我特别的开心。哎，瞎说几句。我想问您一个小问题。您说，我可不可以开心？谁都有开心的权利。我觉得人要是欺负我，是不是我也能找一个机会说几句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谁怎么就欺负您了？其实我不爱说这些个话。是吗？最近确实我很想说几句，你们愿意听哈？愿意。你们这是恨我不死啊？您说说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听你这个意思，就好像出过什么事似的。不是出过什么事儿，是您老出事儿。你就知道咱这身份了。您说说，你知道好多人多羡慕我这能出事儿的。那倒是，嗯。但其实说句良心话，我也不是招灾惹祸的人，也不是愿意出事儿。好多时候很多事情，我也是很纠结。哦，是吗？我举一个小例子啊，说一说。北京城有三环，有二环，四环、五环都有。对呀，当年可没有。嗯，现在很方便。当然了，有时候几环几环也堵车。啊，这怎么了？很正常。我就想问一个小问题。嗯，我们就拿二环来说吧啊。啊，二环，是不是谁都可以走二环？你当然谁都可以走二环了。我就要你这句话了。啊，谁都能走二环，对吗？对，谁都能走二环。您可都听着啊！啊，他可说了啊！不，我说了不管用啊！我又不是交通部的。谁都知道都能走二环呢？跟身份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啊。跟学历有关系吗？这都不挨着。跟钱有关系？两码事。好，哎呀，吓我一跳！干嘛呀你啊？我就要你这句话。我这句话管什么呀？举个例子啊，啊，来了一个世界首富，嗯，趁好几十个亿，啊，他走到二环上可以不可以？也不收费，可以走。好好好，嗯，来一个，家里就趁十块钱这么一主，啊，穷的都不行了，嗯，走二环上可以吗？不让他交钱，照样走。可以啊。对，好极了啊，地不分东西南北，人不分男女老少，谁都能走二环，都能。为什么我不能走二环？这我没听，您不能走二环，你这是不是就算欺负人？对吧？那是有点过分了。我凭什么不能走二环？对不对？我能躲着车走啊，是不是？你开你的，我这你等会儿吧，撞死是我的事儿，就别说了。我就乐意走个逆行道，你管着我？什么乱七八糟？咱说理，知道吗？别还说理呢，你先等会儿吧，啊。您自己走着上二环呢？我一直说呀，我能不能走二环？您这不是绕的人吗？您这不是？我乐意，我走。我说了，你乐意不成？人要撞上你，人也有责任呢。我想当二环十三郎，怎么不可以？二环十三郎开车的人呢？我争取十三天走一圈。哎，这那您累死不可能。欺负我？这是不是欺负您？不让我走？那是不让你开车行吗？那你要开着车就让走，开车行不行？可以啊，可以 啊我瞧瞧还有开摩托上二环的呢，也能上。我行不行？你也开摩托可以。好好好啊，可我没白疼你。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你这您这句话我说的我心缝里边了。您别老拿我说的话。支持我吗？你要开车我就支持你。我开摩托你支持吗？没有问题。罢了 啊亲儿子又怎么样？对吗？不像话，不像话！你爱怎么着怎么着，你别拽上我，成不成啊？我买摩托，你买呀？呵，我买摩托，
买去，花多少钱？花多少钱？那不能跟你说。你说什么牌子？什么牌子？嗯，还没起名字呢。哎，不是，啊，我没学过外语，我叫不出来，认怎么拼那个？就是进口的那个。哦，国外的。哎，就进口的那个摩托车，都是外国字儿那玩意儿，咱也不懂。这咱实话实说，没怎么上过学。哦、这个不丢人吧？这倒没关系，你有钱你随便买。哎，就是一个进口的一个摩托车，挺好的、哦、啊、哦。人家说好摩托车比汽车不便宜。那当然了啊、嗯，我这是一个反正挺好的吧，挺好的一个车。那不错，哎，也是原来就是别人就类似收藏似的那种车。哦，还是个老爷车。这车就是当初那个什么时候、那个、苏联专家撤退时留下的。哇。这都多少年了，这车就是这车弄来，呦呼，拉来之后，这车摆了一地，你知道吗？零件啊，您买的是啊？啊，不是散的，就是散的。那怎么？方块攒哦，现攒拧上的啊啊，有的拿螺丝，嗯、有的是拿那个铁丝啊，有的是拿鞋带啊。哎呦呵，这能结实得了吗？差不多啊。啊，拼完了搁在这儿。有朋友串门来，嗯，哦，变形金刚，哎，什么眼神儿？这位，看看，嗯，摩托车，说完他也乐了，啊，哎呦，真是啊，你这一介绍还真像，哎，这好嘛，不说都不知道是什么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这车、啊、这算行了，这就能上了，我就有摩托车了，什么车呀这是？但是啊，据传说、嗯，摩托车也得有个牌子，什么车不得有牌照？我找他们去了，有牌照，找警察叔叔上牌子，上一牌子，好，人家乐了，嗯，上不了，怎么呢？把你撞死没事儿，嗯，你这车散了，容易伤着老百姓。哎，好嘛，一撞都往出飞东西，这玩意儿啊，别见着我们啊！哎呀，你就欺负人呢？这不叫欺负人，人那车都碎了，知道吗？没有牌子，我找人画一个可以了。画一假牌子，咱有朋友。谁给你干这事儿啊？有一个人叫侯震，像话吗？哎，行，我知道是他。哎，嗯、这侯大师家里边的孙子是吧？别提这字儿行吗？嗯，是身份在这儿了 啊，辈儿在这儿。侯门长子长孙，那倒是。侯震唯一一个说相声的侯家的后代，对，好画画，喜欢这个画太好。哦，给我画过一张画像，是吗？啊，好多人看完都说像金正银啊，什么人呢？这是，这是，您再说下去，就又有人要欺负您了。啊、来一个，你吃不了了就，这行吧？画一牌照怎么能成呢？侯爷，咱们来这边、啊、真画，像话吗？兄弟得劝劝你。我一受累，你给画一个、啊，玩着就玩了呗。啊、来一个，侯爷想想、啊，嗯，机器猫啊，好这个吗？好什么呀？画吧，嗯、啊，啊，画了一牌子，真给画了，再给我画了一个驾照、嗯。您也没有执照啊？啊，这俩搁一块儿，要了我。200块钱，真便宜！哎呀，真心疼啊！嗯，比买车还贵。哇，您那车还不到200块钱呢，8毛钱一斤。按照废铁这么收来的，您这是140来块钱，知道吧？哦，画好了都弄得了，嘿，啊，成功了。啊，这就成功了！我开车，我上街，啊，踩呢，踩火，打火，您这摩托车肠胃可不好，讨厌，什么动静这是？我这车烧豆油的，没听说过。滑肠，成功了，那是痛快了。嗯，嘿，嗯，开着我这大摩托，嗯，上街，这真敢出去？闲人闪开呀！啊，天黑了，请闭眼呐！杀手出来了，
还有点残存的，你是开着车打心里多痛快，那是啊，走上街，嗯，别瞧我这车次啊，啊，汽车我都不让，这您还飙车呢，多新鲜，体现我的价值，什么价值？140多块钱啊，啊，旁边过去一个小汽车，啊，好像比我值钱似的、啊，废话，过一自行车都比您这值钱。行了，你调理调理吧。欺负人啊！小汽车打我这儿过啊，我能让你把我比过去？你要磨他，这玩命呢！这加大油门啊，打他车头里过去。嚯！我这喊一嗓子，喊什么呀？嚯、啊！车不出声，人出声。笑傲江湖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是吧？作死！哎呀，心里痛快啊，心里痛快，过去了。前面交警喊我：“停停停停停停，滚滚！”是得拦你，这拦我，捏着啊，还有闸啊，10分钟，嗯，车停下来，这么长时间呢？警察就站我旁边，你还真准。走，什么事儿？问问呢。俩事儿，您说。第一啊，你压我脚了。哎呀嗨，真沉得住气。你怎么不喊疼啊？说的是我鞋大。哎呀，好嘛，一看就是发的。嗯。别瞎说啊！第二呢？嗯，第二啊，不是我让你停的，谁呀、啊？那个路口那交警。好嘛，过了多少了？您都？哎呦，我成功了！成功什么了？这就我哎，你上来，我带你再回去找了去。人家找他干嘛呀？我刚上班，我在刚结婚，我犯不上啊。就说是。你赶紧去吧，去那等你。嗯，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扭回来，嗯，又成功，吃点药了。开车回来，嗯、啊，停在这儿，嗯，交警等着我。呵，您可回来了啊！哎，好家伙，半多钟头了。是，回来就不易。什么事？嗯，你刚才抹上那车了吧？就是啊。你别过去，那车到现在停着都没动，出事儿，司机也没下来。哎呦，你跟我过来看看，你赶紧瞧瞧吧。过来一拉开门，啊，司机呀、啊，趴在那方向盘上不动。你瞧这事儿闹的，副驾驶坐着那司机的媳妇儿啊，哭，出事儿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哎呦，警察同事，您不知道，啊、我们俩开着车好好的，啊啊，我给他正讲《聊斋》的故事呢。嚯！他这车头里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啊，一个黑影啪就过去了。好嘛，闹了鬼了。这我老公这胆儿最小，是啊，吓死过去了。哎呀，这开车能吓死啊？我这可以，这好啊，这好什么呀？这就是个玩笑，是个玩笑啊。谁跟你开了？注意身体，我这走了啊啊，走啊！来，这你别走啊！说的是，把你那驾照拿出来吧。哎，给人看看吧。哎，拿出一张花来、仔细看看这幅作品吧。你这相片上怎么盖着一叫侯震的人名章啊？嗨，画还不画真着了？哟，像话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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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，你还有这心肠呢？缺德了吗、啊？我当初我没看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我觉得我放心他呀。啊。得了，您别走了。后来咱才知道啊，啊，这样上街这不可以，这多新鲜呢、啊！人家说这个要拘留我，那、啊、是得拘留你。我长这么大，我没上那里边去过。您头回见着。哎呀，其实说句良心话，我挺懊恼的，挺懊恼的。后悔？他不画那个章没事儿。哎呀，行，懊恼这章啊您啊，您就不应该开车出来，您没驾照。哎呀，我在拘留所里待着，嗯、啊，我心里挺郁闷的。当然了，我在里边我是头班儿。哎，这提这干嘛呀？
坐在那儿悔过吧。啊，以后一定要提醒别盖人名章。没琢磨到准地方。打了门开了，啊，警察又送进一个人来。谁呀、啊？进来还说呢，像光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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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嘛，哥俩关于我、哦、兄弟，快说，二板二板啊，怎么讲？别提板了，就是，怎么进来的？嗯，不知道。嗯，警察说我伪造证件，查出来了，啊、给人画车牌子。嗯，我就知道你非出事儿，啊，你都给谁画过？啊、我就给你画过。哎，得。哦，对，那就是我说的。像话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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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说啊，这都真事儿啊，这给人透了底了。真没在啊。哎，这在不在的也甭提他了。哎呀，当然了，没有跟拘留所待一辈子、啊、是吧？时间到了，他得让我走。多新鲜，你敢不让我吗？你还横，人还养着你是怎么着？还是啊？嗯、啊。出来之后，我心情挺好。出来了。老话说，否极泰来。嗯。净倒霉了。倒霉些日子，腾楞一下子你就好了，那就转运了啊！嗯，出来之后有一好事。什么好事？有人给我介绍一女朋友。那倒是好事。哎呀，还挺好看，还挺好看，哦、不错，嗯，挺那样的头发哈、啊，戴个那叫美瞳啊，乍一看跟哈士奇似的。哎，好嘛，长得跟狗似的。哇，怎么跟哈士奇似的？哈士奇不是赞美的词吗？哈士奇是一狗的品种，知道吗？嗨，我还以为英文美丽的意思。嗨，你到汉语拼音也拼不出美丽这俩字儿。好吧，好吧，啊，聊了一会儿，很投脾气，是吗？不是，我很喜欢你啊。啊，人家孩子说，是我也挺喜欢你。你瞧，我们交往下去。好，我说好，不是，我希望我们做一辈子的朋友。好啊，嗯，一辈子的朋友。这有什么可交？咬文嚼一床被子的朋友啊！嚯，您拿人当什么人了？您这，你看哪儿有这么理解？就我是想好越来越好吧，这个交情是这个意思。那倒也可以。哎，嗯，女孩突然间问我，嗯，你有汽车吗？要条件了，一下问住了。嗯，这要说没有，估计这事就吹了。人家要的这个有。咬牙说有有有有有，真有吗？好，哪天你开车来接我，咱们出去玩吧。得，他走了啊，我这要了亲命了，没车，我就有一辆我那个，你就别，那都散了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事闹啊，嗯、我那我就开汽车呗，那就你哪儿来的汽车呀？开汽车还用驾照吗？废话，汽车也得有驾照啊。哟，那还得等个五六天呢。干嘛呀？五六天，五六天侯爷才放出来呢啊！还画呀？不长记性，因为他画的像。哎，这嗨，我试过别人不行，那是戳盖错了也不成啊！啊，提醒了，这样的话呢，有驾照了呢，我可以先借一辆车。借谁？哟，还得等个五六天。为什么？等侯爷出来，车也借人家的。他有一辆车啊、哦，他有一辆那个进口的那什么什么，菲亚特126P。哦，就那种小车、嗯、对对对，那车好了不得，那车怎么呢？那车八几年值好几千块呢啊，是的，现在一分都不值了、啊、八几年值好几千。侯老师有这么一辆是吗？有这么一辆啊。哦，太好了，等他出来吧。等着吧，等他出来之后一说这事儿，我说那个您那车呢？啊，车在房上呢。啊，房上你琢磨，但凡好车能搁房上吗？就是的，肯定废的。抬头嚯，嗯、啊、那我要吧。你还真要啊？把这车弄起来也摊了一地啊，摊了一地。他这车都平面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拿三轮车，嗯，拉了40多趟都拉回来了。哎，早啊，从规制，嗯，规制车咱们可不外行。您会啊？我会弄摩托车，啊、摩托车就不怎么样。哎，规制好了都摞在一块儿，嗯，把外漆得咔哧下去，重新上漆。他都外漆写好些乱七八糟字是吗？都他自个儿写的那个。哦，像话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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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会说别的了是吗？咔哧干净了啊。喷好了漆，嗯，车前面写爱国者，好吧，导弹呢是怎么着？您这爱国号吧，爱国号，爱国号，哎，爱国号，我的新车，啊，这是您的车，我可以开车了，这就能开了吗？但是还走不了，为什么？没有发动机，这不是废话吗？汽车没有发动机就能走？没发动机怎么办呢？啊，哎，怎么着？可以组装一下吗？这您本身这就组装了，您发动机还怎么组装？啊、我那摩托车可以不用了。对吧？啊，我把那个灵魂跟这糅合在一起，哪儿有灵魂呢？您这玩意儿，找几个朋友一块帮忙，啊，对吧？
一个摩托车，仨自行车都毁了，啊，全这一辆汽车，好嘛，没有一件正狼的东西，都弄好了。呵，打电话，嗯，叫女朋友，请他别扭，啊，别扭喂，女朋友叫别扭，对，别扭，姓什么？没有姓，嗯，没姓，就姓别，叫别扭。哎，哦哦，我找别扭，嗯，哎，你是找别扭去的，小名叫别扭。哦，大名呢？大名叫是非。嗯，哎，这好嘛，又是非又别扭。快来吧，嗯，快来吧，咱们出去玩去。哦，一会儿工就来了。呼，这车有点意思，这个，嗯，这没见过这个，这迷你的，上车吧。新款，开门上车，他都傻了。那是没见过，他都傻了啊！这车里边啊，前边俩，后边俩，座底下都是脚蹬子，嗯，啊。啊，对呀，自行车改的吗？您这是？你想啊，仨自行车，一个摩托车改的，对吧？啊，坐上之后脚底都是脚蹬子。哎呀，那您不如蹬自行车出去，啊。我这个前面能发动，发动管什么？不是还得蹬吗？知道吗？我这能发动。哦，他还纳闷，这车怎么？我这低碳环保，知道吗？哦，概念车这叫，知道吗？哎，对，净剩点概念了。哎，来吧，上车吧，走吧。嗯，预备，开始。啊，我说咱说好了啊，白天咱们别发动。警察都认识我，哦，是吧？对，咱俩先蹬着来。哦，你也蹬，我也蹬，你看，你还记得咱们上游乐园玩那鸭子船吗？这一样吗？这，哎呀，蹬着都不挨着。好，五环一日游，这车跑五环是得一天。嗯，大半天我们俩累得跟孙子似的。那是。哎呀，下来你看看五环风光多好，是吧？哪有风光啊？而咱这车上五环有好处，怎么呢？查大车的不拦载，那是看不见都啊哗啊哗，嗯。到下午四点来钟，啊，我实在是蹬不动了。是啊，说咱们要不咱歇会儿吧？早就应该是是是，我也说歇会儿，咱们吃点什么吧？咱累饿了，顺主路出来啊！哎啊，有一西餐店，哦，吃西餐。哎，写着幸福村西餐店。这好得了好不了，这吗？怎么好不了？村里开的西餐店。嘿，这我爱吃西餐啊，我最爱吃西餐了。是吗？我习惯于吃西餐。哦，哎，左手拿着个刀，右手拿着叉子。呵，是错了，反了。您还爱是反了？我左撇子啊。您这聪明的这地方，哎，对脸坐好了。嗯，来，快来啊！打不响。哎，嘿，好嘛，满带配音的，您这，哎哎。哎，你带着发动机出来的，讨厌！废话，回来，啊，给他来杯可乐。哦，可乐胶圈咸菜丝儿。哎，这是西餐吗？牛扒，你看有好的上吃。啊，先生您喝酒吗？开着车了，我别喝酒。您可应该不应该喝酒？开车别喝酒了，是吧？对 对啊，我找一代驾的，说他受不了这累也是事儿。您这破玩意儿还要代驾的呢，啊！他要是不管，我可以喝一点，是吧？你还真喝，喝一点啤酒吧，好吗？啤酒就不喝，喝一瓶啤酒啊！哦，哎，不要凉的，为什么？不能喝凉的，怎么呢？我大姨夫来了，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您这，您别胡说八道，行不行啊？这怎么不能说呀，啊？不是，这跟怎么了？我大姨的丈夫，我大姨夫上家来找我喝酒，说好晚上一块喝酒。我喝凉啤酒一喝，喝的特别多，晚上没法跟人喝了。哦，您大姨夫晚上请你喝酒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让你大姨妈炒菜去呢。这人哪说在哪是，嗯，脏心烂肺。这没有，嗯，来瓶不凉的。不凉的吧，不能喝凉的。那是我大姨夫来了，别嚷。吃，嗯，我吃完了啊，嗯，最后把这烩饼这盘子一推，哎呀，烩饼啊，亲爱的啊，蹬吧，哎，接茬儿吧，到家，咱们到家估计啊，天亮能到家，哎，那肯定的，嗯，俩人出来坐好了，嗯，来吧，你来吧，哎。您先起步啊！我说那个，别着，别叫这名，就甭喊我了啊！上点事儿吧，嗯，天儿也快黑了，嗯，你不是能发动吗？是吧？嗯，咱们低碳环保一天了，啊，这会儿天儿黑，咱们享受一回吧，好吧？你查查，嗯，你那意思用发动机啊？
啊，你等会儿我下车踩着，还是摩托车那套，别动啊，扶着门，着了，还真能着，嘿，上车坐好，关门，好，灭了，哎，这好嘛，好嘞，真响了，成功了，可以，0.1的排气量，哎呀，不如一屁声大，这个。你很龌龊啊，你这废话，0.1的排气量啊，脸一泡着都比这劲儿大，知道吗？我这不跟你学吗？你老想这么肮脏，哪儿啊？你0.1这，我就不能跟你在一块儿待着，反正我们这车就，不，哎，对，这不是，您这车改蔫儿的了，这个，回家，回去吧，哎，嘿，开车，这开起来可快了。是吗？因为你想这道理啊，你累一天到这会儿，怎么着也比骑车方便，那省心呢。开车啊，马呀，是怎么着？有点颠的，反正是有点颠，一手在前，一手在后，也不像话。真快，好吧，嘿，这车太棒了，怎么个棒啊？我们来是个走的主路啊。对呀，回去说别走主路了，哦，主路都是大车，哪车咣给咱怼廊房的也不是事儿，哎。咱们走辅路 啊，走小路。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无门自来头。怎么呢？辅路上来老头哟，走过来了。嗯，哎呀，这事儿闸线崩了。什么叫闸线啊？汽车有闸线。往我腰开。啊，大爷啊，你别动啊！干嘛？你可别动啊！千万别动！噗，撞上了。老头怼出去。好嘛，老头伸手真力干起来。我说不让动呢啊，瞄准了，哈哈，好，但凡动一点都能躲开，我赶紧下来了啊，大爷没事吧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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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没事，给点钱吧，给钱吧，搁点钱，我说您不没事吗？啊，一说没事他坐下了，哎呀，哎嗨，还碰上碰瓷儿的，哎呀，人心怎么都这样呢？啊，大爷你开个价，开个价，10000，嚯！10000我就传飞机了，是到不了啊！你算8毛钱一斤对不对？什么呀？买点零件传飞机，你胆子太大了，对不对？我这没有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哦，不给钱就不给。老头急了，来着，等着啊！不给钱你走不了，咱俩打官司。哦，我们俩一说要钱，车里边别扭吓坏了。哎呦，还要钱呢？啊，打他那座挪到我这儿来。哦，哎。他倒是挺厉害，喝走了。你瞧瞧，呵，这娘们真义气啊！这是义气吗？你不了老头，我去你弟呀！啊，站起来我就跑走了。老头打号起来，噔没两步愣跑我前面去了。好嘛，哎，大爷过去了，什么事儿没有？这边吧，跑这边了。我掉头，老头又回来啊！穿大街越小巷，没把我急死啊！赶紧跑吧，进胡同，出胡同，也不知道谁把那地沟盖掀开了啊！一口罐在旁边搁着，这么大一井口，我这眼神又不济。晚上三寸带棒，子弹弓咣一声，对，掉到这井里边来了。得，你瞧，哎呀，也不赖，我跟这等着吧，你就等着吧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老头过来了。哦，要说人上岁数还是有好心眼儿，啊，不管他怎么恨我，走到跟前一伸手，把您搀出来了，把盖儿盖上了，我盖。感谢朋友们啊，哎，对我们非常的支持。是，其实说句良心话啊，嗯，我们的水平还不够，有限，小学生。对了，离着我们前辈演员们差着很远很远。想当初中国相声界是人才济济，对，多少好角儿，多少高人呢，嗯，跟人这些名家们比起来，嗯，我们微不足道，不敢比。当初最有名有一相声八德，怎么叫相声八德？八位名字带德字老前辈。哦，玉德龙，哦，这是这辈的大师兄。马德禄，对，焦德海，是是，刘德志，对，张德全，哎，郭德纲，啊，刘德华，啊，全聚德，这是什么全聚德？德和乐没有。啊，摔跤的词儿都出来了，反正不少。我后边这几个是今年新款的，这还有新款的。德寿，寿字的是张寿臣，哎，对，李寿增，哎，
隐兽山都有，活受罪啊，没有了。再往下是宝字的了，宝字的了，侯宝林，那是大师，孙宝才，对，常宝坤，哎，李宝库，嗯，刘老根儿，嗯，大辣椒，什么大辣椒啊？里头连药匣子都有啊！关外的这几位，哪有什么关外的啊？名家辈出啊，是有很多人，但是现在很多先生都去世了哦。像这个北京有一位相声前辈，嗯，郭全宝先生，对，时间不长，嗯，刚去世了，嗯，多可惜呀、啊！是一肚子能耐，对，没留下呀，嗯，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，哦，您瞧起来啊，老头说了，没事儿，哦，生老病死在所难免，是，我是不行了，哦，你们好好干吧，鼓励我，我估计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，啊，转告于谦儿。说我让他上头里等我去啊！我上头了去，哎，结果他也没去，那是不能去，不听老先生话，这没法听。你没去就对了啊，留下来好好说相声，哎，好好的给大伙儿演出，哎，对，这个人难得呀。怎么难得？说实在的，现如今您有这个造诣啊，是通过您努力得来的。那不努力也不行啊。小的时候于老师不行，是打小我们一块儿吗？发小，曲艺团学相声。对，我们都去考试去了。哦，老师看我们都高兴。是叫什么呀？啊，郭德纲。呵，精神啊！来来，快来快来，宝贝儿，来坐这儿来坐这儿来。上人见识。来来，吃糖、哦，高兴。还给糖吃啊？哦啊，后边他进来了，进来进来。嗯，嚯，嗯。叫什么呀？嗯，于谦儿。哦，扭过脸去，扭过脸去，扭过脸。对，冲着墙，冲墙。哎，好，转过去。嗯，嗨、不至于见我那么恶心。这膈应看着，有那么膈应吗？知道吗？啊，老师也是，走走，别来了，别来了，啊、你学不了相声，走吧。轰走了。他父亲真好。当然了。老师，您给我们孩子一机会吧。啊，谢谢。求您给一机会。是。啊，对了，嗯、啊，一加一得几？小题，十四。啊，走出去。是不？老师、啊，您再给我们孩子一机会。还求情呢？一加一得几？嗯，七百。走出去。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，再给机会。还求？一加一得几？还是这题呀、啊？一万四。呸！啊，滚出去！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，给一机会，还给机会？一加一得几？啊，二。哎，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，给一机会，还给机会？我们爷俩谁傻呀？这是？是吧？没有这样，真事儿。什么真事儿？真事儿，他爸爸真疼他。那能不疼？买测谎的机器搁这儿，干嘛呀？就为了让他说实话。哦，他考试他净那个，我们考试门门一百分啊。郭德纲打小一百分一百分，全是他这个啊啊，三十五不及格，二十六嚯，十四啊，负七负七，我上一学期还赔七分，知道吗？啊，他也着急，你分不好买笔、啊、大粗笔都改了，改一百分哦，改啊，他爸爸后来有所察觉，是啊，弄一测谎的机器搁这儿。啊，一说瞎话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他响，他响，嗯，这儿拿卷子回来，过来，考多少分？啊，一百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骗人，说实话，嗯，七十，得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还不对，说实话，二十四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还瞎话，把他爸爸气的，那是生气，枉费我一片苦心呢，嗯，你怎么这么不学好呢？啊，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一百分，嗯，噗。我们爷俩一句实话都没有，反正全是瞎话，真事儿。什么真事儿？到您这儿全是真事儿。真是，他们老爷子说良心话，我其实很佩服的。是吗？真是很佩服啊。他按说按照老爷子的想法，嗯、啊，于谦就不该说相声，怎么应该子承父业？哦，跟他爸爸一块儿干别的去。干什么？他们老爷子是这个大夫。哦，医生，哎，很了不起哦！北京城一扫听都知道，有名的，嗯，老西医，嗯、对、啊，老西医，这老了管什么用啊？这个
我听他夸嘛，老西医老西没老中医呢，老中医啊，妙手回春知道吗？是我哪懂？他小那会儿不懂得这个是吧、啊？不过那是打小我总上他们家去，那串门嘛，跟老头聊天，咱长知识啊。是左小孩人家了不得，是家里那线装的书，哎呦，繁体字。这么看的，这么翻的，啊，竖排版的书，咱哪看得懂啊？对对，妞老爷子一面墙的书柜啊，啊，各种版本的《金瓶梅》都有，是吧？嗨，等会儿吧，怎么全是这书啊？我也不懂，反正净看有这个啊。那么大岁数了，看点别的。我不懂了，咱跟老爷子请教啊。你看这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是啊，老头跟你讲，这个没事儿、哦，因为这个当时西门大官人来说吧。他这个、还是金瓶梅啊啊！你也是，你问点别的不好吗？我就说这字儿吧，说有不认识字儿，繁体字儿哦，繁体字儿咱不认识了。那是老爷子，这个您看看老字儿，老头拿老花镜、啊、看，哦，这个字儿啊，这念庆，念庆，西门庆啊！我说咱别提这个了，成不？老往那上领你这不是我领，您老说呀，这跟老头之间我们是忘年交哦，忘记年龄了。对，老爷子真好啊，疼他，拿我说的当亲生骨肉是一样的。对，没事上家去玩去啊，到他们家我推门就进，跟自家一样，推门就进。是你上别人家问在家了吗？啊，我来玩会儿去，他们这没有。是。推门就进，跟自个儿家一样熟了。老于家他们是哥仨，对啊，这是二爷，上面一哥哥，底下一兄弟。对，这哥仨是踩着肩膀下来的，我在中间啊，岁数差不多。是大爷今年是39，对，嗯，他们差不多，他37，踩肩膀，踩着肩膀嘛，嗯，老三14，这连胯骨都踩不上了，这个。还踩肩膀呢，这个大小差不多吗？差远了，35，35，35，对，哎，他是今年在外边演出，好，老三在外边做买卖，哎，一天到晚的这儿也去那儿也去的，不在家，肚子是怎么着？不在家，大爷跟家里边，嗯、哎，真好。孝顺，说良心话，全靠他了。嗯，伺候老头儿，对，无微不至，是无微不至。嗯，我有些日子我没去，我后来有回打门口进去一看呀，怎么了？我心里都不是滋味。什么事儿？老爷子病了，哟，躺着啊，那脸呢，翠绿翠绿的，绿了。大哥坐在边上，那脸呢，惨绿惨绿的。这爷俩谁先死啊？这是？你老盼着这个？你老盼着这个吗？不是我盼着，怎么这都这色儿？我也纳闷，我说怎么了？啊，哎，哥。我，哎呦，德刚来了。啊，老头可能够呛。哟，这些日子不好。啊，半个月了，一直是这样，都没在家，二的三的都出去了。好，就我弄的。嗯，不是你那脸色怎么还不是你爸爸了啊？啊，真死了是怎么着？他照的是怎么着啊？没听说过。我3天没吃饭了。你看看，我你这是胡闹！你给我打一电话啊！你拿我当外人呢？就是，你去快吃饭去，弄点饭。你这哪行？你这哪盯得住啊？啊，百日床前无孝子啊！对，快去！是我看着，我看着，你也得吃饭。大爷站起来直晃悠，饿的。说两句话，咱看不了这个。嗯、啊，晃晃悠悠出去了。你看，我坐着看着你爸爸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你看，老爷子，嗯，你也有今天啊？哎，我哎，这别跺脚了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说原什么叫也有今天、啊、原来你这个爸爸说实在的啊，哪个爸爸呀？多壮啊，身体好啊，哎，大高个儿，是四方大脸，嗯啊，壮，一脸的护心毛，哎呀啊，没听错了，护心毛长脸上了，都显得凶啊，你知道吗？显凶管撩开跟人说话的、哎、嘿呀、嗯、改西施了是吧、嗯嗯，不许美化的，你我这是美化、啊、这会儿躺在这完了，脸都这样了，脱相，我心里我能是滋味吗？瘦了。哎，老爷子啊，看看啊，认识我吗？怎么着？德刚啊，还认识？呵，不含糊，他认识你，他认识我，是没事，老头啊，别往心里去啊，哎，硬朗朗的，踏踏实实的，能活100多啊。您劝他，我倒口水喝吧。喝水，啊，哟，我抽着，你起来坐会儿啊，啊，不行，我干点什么呀？嗯、啊，您要什么呀？我给拿点什么？是，我要小姐啊！你早就该死，你知道吗？一点都不多啊，这个怎么了？这是，我要
接小手。哼，这岁数这功夫你弄的什么文言呢？这好好说我听得懂啊。是啊，你说白话不就完了吗？我扶您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嗯，尿完了。嗨，完了。好，那我一鞋。那看着点啊。言语事真是的哈。没事，老爷子啊，踏踏实实的。嗯。哎呦，正说到这儿，老头这白眼儿哟，往上直翻。哎，坏了，怎么回事？这叫倒气儿，这是。这就过去了。我赶紧得看看有没有鼻息呀。啊，出不出？我探探有没有鼻息呀。怎么探？哼，哎，死了。对呀，没死也让你处死了。这个有这么探鼻息的吗？您不能怪我，我也没学过兽医。没学过您就敢下手啊？这个呼，整个都完了，整个都死了。那不是一点没糟践啊？全死了。这些个苍蝇哦，哪儿那么快呀、我赶紧问厨房啊，一进厨房那门扒着门框一看啊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又瞧见什么了？我看见大爷，我感动。怎么了？你有这样的哥哥，说实在的，你露脸去吧。干什么呢？啊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啊，伺候老头一天两天行，这是多少年了？是，就为了老头把自己都喝出去了，熬坏了，好几天不吃饭，谁试试啊？就这会儿，说实在，你让他吃，你说给他炖锅肉啊，弄俩肘子，他吃下去吗？根本就不行，心火都跟这儿呢，疼着呢。煮点面条，看着可怜，煮点面吧，煮的有宽条的啊，有细条的，是，有龙须面。有担的面，有抻的，有手擀的，知道吗？有刀切的，七八样面条，炸的卤子，炸的花椒油，卸的芝麻酱，炸的酱，肉丁的，肉片的，肉末的，肉馅的。我哥哥缺心眼儿是怎么着？这都死人了。四十多样菜码，嚯、这会儿正包蒜呢。哎呀呵，还吃蒜呢，还有兴趣啊？我呵。你真行，我告诉你啊，别弄了，就是你爸爸完了，死了啊，你爸爸死了，是，哎呦，这才哭出来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。行了，别盛了啊，我那蒜呢，就别吃蒜了。还要蒜呢，我就不买红粉皮去了，我就啊，吃吧，吃的还挺全，吃了三碗面，嚯，喝两碗汤，啊，吃饱了，嗯，哎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好嘛，妈没往心里去啊，你爸爸死了，哎，再告诉他一遍，去看看吧，啊，这会儿来六个耗子，宝宝皮就拉出去了，啊，啊，领着他奔这屋来，带他去。他在那是哇哇的哭啊！三爷早晨起来给三爷打电话了。哦，他跟保定那边谈买卖呢，做生意啊，请客户洗澡呢。哟，跟洗浴中心的池子里正泡着呢。嗨，手机响，抓过来一听说老头要不好，啪一扔，顺池子蹭就上来，顺着京石高速唰回来了。三兄弟裸奔着就回来了是吗？光着呢，他穿着拖鞋呢。那管什么呀？这要是来个眼镜来口罩算三点式啊。没听说过啊，该挡的地方一点没挡上啊，这个。有这三点吗？跑回来了啊，哥俩趴在这儿是放声痛哭。哎，哭吧。到这会儿他们可都乱了啊。是。这个事儿得有人来了。对了。我得帮这忙。您来。起来起来起来，别着急啊。哭是不管用了、现如今咱得说这棚白事儿怎么办，先得办事儿。大爷说了这样啊，老头死了我心疼、哦、被家里钱我都给他花了，全花，我姐心疼，办事用。三兄弟说你这话我能理解、这不是个办法、这完事咱们怎么办呢？还得过，咱还得过呢，这玩意儿是不是？哥俩越说越呛吧，越说越呛吧。哟，我这可坏了啊！死丧在地，不可打闹。对，又何况古语说得好啊，啊，狗咬狗一嘴毛啊，啊，俩狗是怎么着？不是二狗相争，比过一伤、啊，不还是狗吗？不是，别打架，别打架，大爷，大爷，你卧在这边啊。对，老三，你趴那椅子那儿去。对，什么呀？趴的椅子啊？还是狗打架？你累了，你趴椅子歇会儿啊。累了坐着好不好？赶紧把家里存的这些大五福的白布全拿出来，干嘛？做成孝袍子、孝帽子，嗯，给各界亲友送信儿，要办。办白事，欢笑，
要说起来啊，你们老爷子这辈子不容易，当然为家为业昼夜操劳，以致年老气衰，心脏之症痛觉愈烈，虽经北京著名医师萧龙友、孔伯华、汪逢春、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，怎奈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，他老人家乘风而去，驾鹤西归，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耳玩去了。嘿嘿，好，我爸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。宝丧符文传出，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，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，这边写只会飞化白虎铁，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，大伙儿都写我不能闲着，裁张白纸写五个大字贴在正当中。哪五个字？笑贫不笑娼。哎，没听说过有写这五个字的吗？隶书，咱们这是 那什么书也不管用啊！我这我不会写，瞎写，撕了吧，撕了吧，就甭贴这个。大门的左边地上挑钱纸，门口还有这么一张白色的纸，那四个字我写的。怎么写的？苍天有眼啊！早就该死是吗？怎么呢？没有写这个的啊？写什么？树报不周。这对不起啊，我眼神也不济。其实打你们家那儿过，我看你们家见天贴着的，也没注意过。你们家才天天死人呢啊！消息传出来，街坊邻居哭成一片了。是这么好的人呢？哎呀，死晚了啊！早就该死啊！大办白事，办吧！准备啊，给老头换衣裳。是，先把身上这身都褪下来。哦，呼，这些日子又出汗又跟烫肉了，一闻这嘎着窝都孜然味儿的了。这是什么味儿？老头褪干净了啊，做大柴锅。干嘛？大柴锅架上柴火，哦，放水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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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洗擦，这谁干？我呀，这来，我来，哦，我脱一光膀子，哦，我来大皮兜子，大胶皮鞋啊，水开了吗？啊，对吧？到屠宰场了是怎么着？这钢筋筋的吗？那有穿皮叉的吗？这个刷擦，拿开水往上泼，啊，拿铁爆花擦，哎呀，这这。这不用这东西，拿砂纸打嘛，嗯，什么呀？干干净净的啊，换上整部的金刚经、陀罗经被、漂白布、高头水袜子，哦，都弄好了，往这一弄，嗯，把棺材就弄出来了。棺材多少年的存性，是老棺材了。对，就说实在，这棺材啊，哎，现如今咱见不着，哎、这他秀气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棺材，这个这哎啊，这是蛐蛐过笼，知道吗？嗯，这不叫棺材，我比划不过来啊！谁让你比划？当年的老存相，哎，对，老的。北京前门外打磨厂、万义祥木厂的货，这个材料叫金丝楠，好东西。棺材来了，上三道大漆，挂金边，头顶福赐脚彩莲花。嗯，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，是写着你爸爸的名字。哎，上写清风，嗯，这俩字是红的，底下白字是名字，是登侍郎、嗯、于太公、哎、会进郭。对，我爸爸叫于进郭呀。什么名字？这是你爸爸叫于德什么？这什么呀？没你甭管、啊、就没有了，名字就完了，甭管叫什么吧，就于少谦啊，写上嗯，于少谦，大户人家吗？大户人家这字儿没有倒着排的呀，这个我哪懂这个呀？哈哈啊，这都来了，赶紧得入殓，入殓，入殓就是死人装棺材呀。对了，特吹管子的啊，打那个九阴锣的，是八面大铜锣，震天震地，哎，没见过这么大的锣，那么大的哎。我告诉你，哎，哎呦呵，哎呦哎呦呵，哎呀，那么大个儿，嗨、怎么大？这是锣吗？这个，嗯，当当，好嘛，跟卖糖的似的，没听说过。这是那锣旗儿，锣旗儿这么大，锣很大，对，咣起咣起咣起咣，这声敲的人心都碎了。是，阴阳声一报，吉时已到。哎，掐尸的入殓的全过来了。哦，请大爷。是，这叫长子抱头。对，你哥过来，赶紧来、哎、抱。嗯，怎么还擦擦手？就别擦了，嗯、往出捏臭的姐的是怎么着？咱不懂这个，不懂怎么这么抱啊？抱上、哎，抱着脑袋。对啊，师傅受累，给吹一点啊。吹。滴答滴答哩答滴滴答答答答，你妈家人了。你妈嫁人了，那有吹出字儿来的吗？这个，我哪懂这个去？不懂你吹啊？我不懂这个。哎，到念经的时候，我认为是最精彩的了。怎么了？或请来了和尚，是高搭法台。哦，正当中有一位头戴皮楼冠，身披袈裟。嗯，这是大帽。对，两旁边有小和尚。啊，哎呦，念这叫咽口湿湿，开十六本经。一边念一边撒米，扔小馒头，好听，热闹吗？好。哎，这么着，嗯，您给学学这和尚念经怎么样？学念经这个啊。
这好听了，这好听。好这个，我会不了太多啊。您来来，咱唱到哪儿算哪儿啊。行，来念念这经啊。嗯，道场成就。镇济疆场，斋主虔诚上香设拜，檀下海中响声号，苦海滔滔孽子招，迷人不行半分好，世人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八月中秋雁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大雁道友回来日，死去亡魂哎不回归。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，鬼呀嘛鬼门关，死去的这个亡魂哪、啊、两眼就泪不干，我佛爷妈咪妈咪红哎哎哎哎。第二天来到鹅呀么鹅狗村呐、啊，鹅呀么鹅狗村呐、啊，许多的这个鹅狗啊，真是吓死人呐、啊！我佛耶如来耶，妈咪妈咪红哎哎呦。第三天来到王爷么望天涯，天涯。狼啊，咱们俩人一条鞋呀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回来吧！谁砍的？这不砍什么了？行了行了，没人砍啊！这么些警察都拦不住你们。嗨，你给我出来！没有没有，去，甭找了，我气球后头了。气球后头能藏人吗？谁呀、啊？没有，我打你呢，知道吗？念完经打和尚。这话搁在这儿用了啊？没有的，我没告诉你我会不了多少吗？哦，差不多就完了。好，我拦晚了，这每七天念一回啊。僧道坛尼轮班来北京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父亲转咒，我打排场，一般人请得来吗？对，居士林的都来了，是功德林的也来了，启士林的也来了，哎，稻香村的，你等会儿，大福来的，行，狗不理，哎呦，回去，怎么了？来那么些厨子干嘛呀？这。开个庙会庆祝一下吗？嗨，这用庆祝吗？这个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啊，早晨起来一瞧，呼，大晴天，黑得跟锅底似的。哎呦呵，阴天呐，咕噜咕噜咕噜噜打雷呀，咔，大炸雷呀。是啊，你大哥一看这天不好，打雷，赶紧出去抱着树去了。嗯、啊，都躲开点儿啊，打雷了。是是，别劈着你们呐。哎，对，就劈他一人啊。有报数的吗？这时候，这个未必批得上。那那也不行啊！一会儿的功夫，晴空万里，红日喷薄。哦，晴了。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高，嗯，搭起几大棚，过街牌楼，中国二楼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，上写三个大字。大事，对，孟子曰为送死以当大事，是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，先放三声铁炮、啊、请来文官点主武将进门、嗯、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官请出门外，上小杠四十八人杠，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下衣，剃头洗澡穿靴子、嗯、一个个是满穿套裤，八十、哦、人杠换三班，二百四十人摆开一字长蛇五里阵、嗯、浩浩荡荡威风凛凛，在前面有三丈六的明镜幡，紧跟着就是智人直马，有开路鬼打路鬼，英雄斗志过豪图，方必方向哼哼二将，秦琼就得身受玉立四大门神、嗯、杨居爱左不逃，不一书起名为四贤，纸、哦、人过去了，同音发鼓，子弟文唱起一个大座拜家庙，松豪松落松情的松坎松三松教的花瓣花枣花轿的樱花月舞朝天灯，鹦鹉鹦帆鹦照鹦素净回避牌，歪瓣滑落反一堂，上绣金福字、嗯、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鱼旗飞鳌旗，四对香块八对香色，尼姑二十名，道姑二十名，潭柘寺的和尚四十名，云空大喇嘛四十名，红子学柳一百五十名，小南二班队，花球二班队，晚莲二班队，在前面就影亭一座，摆着你爸爸的相片，哎，猴啊，这是相片，这是北京最有名的一撮毛，给你爸爸撒纸钱、啊、一把纸钱结晶高，刷三层开花满天飘，叮叮叮，
这是关照过来了。哦，两个大相持了，倒退着走啊，这不叮叮叮，对对，当当啷当啷地噔啊，当当里边隆地咚，大秧歌这多有气势，这个啊，没有这时候扭的。送殡亲友2000多位、啊，一个个胸前佩戴着白纸花，俩人搀着你哥哥，俩人架着你兄弟，嗯，这哥俩头戴麻冠，身穿重孝，是泪如涌泉。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，嗯，由南城奔北城，由北城奔东城，转遍了北京49圈，到晚上7点半，啊，才把这棺材抬回了家。哎，怎么又抬回来了？没找着坟屁，去你的吧！